这很可能是咱们钱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。上下一心，齐力断金。我这辈子绝对不会跟冯华成离婚。我叫周炳坤。你为啥对我这么好？我天天想的就是你。周炳义他们一家子都是好人，而且是好人里的好人。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？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，请关注、点赞并分享，下载 APP 解锁更多功能。我们下期再见哦！